靠鼻子的眼睛角度，吉祥怎么，我怎么要花在吉祥身上这么多时间啊？眼睛已经不能再更小了，再小下去，再小下去，它长得有点奇怪了。不然就是我要把眉毛调长一点点，因为它眼睛本身像没有这么小。眼镜是不是也不太对？他的眼睛应该是，他的眼睛应该是这种的眼镜。眉毛就是这样子啦，没有办法调更紧啦，很难调啊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调起来好像比较像啊。这个可以，我找不到那个可以调角度的地方。你说长得像刘在石吗？是有点像刘在石啊。G 炫本来就是，不是本来就是韩国人吗？G 炫，对。我觉得这好像有比较像耶。好啦，那我们帮他穿衣服。吉祥平常都穿什么衣服？找一件最适合他的啊。怎么没有紫色？没有那种粉紫色吗？的 T 恤，他每天出门都穿那，都穿同一件啊，上面印着 Twitch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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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先取名好了。叭叭嘣嘣嘣，回踢。干，好恶心哦！他怎么穿这种裤子啊？
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嘣嘣嘣了嘣嘣，眉毛哦，眉毛换成原本的样子吗？可是我觉得这眉毛，那这样有比较像他吗？噔噔噔！我觉得他也比较适合这个，就是他，因为他平常走路都这样，他是属于跟长毛走路同一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让他画画，对不对？画画。画画应该是要创意吧？创意作家画画，创意啊，也可以。艺术爱好者，这些模拟市民能够自言自语，懒惰。哒哒哒哒哒。等妈的，擦缸又开始玩了，是不是？还没吧？他现在应该在上班啊。他还在上班，还好。唉。哒哒哒噔噔，让他自言自语啊、哦！好了好了。Door Nail Please。那我们就把。这个不太像的波比小姐删掉，然后我们要继续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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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又忘记把吉祥的脸拿下来。反正之后想到还可以继续用它们，关系都是室友嘛。哎，这样子少一张床，哎，我操嘞！这样又要再弄一张床了，好麻烦哦。爸爸爸爸爸。吉祥雷拉，为什么一回来的时的样子那么奇怪、啊？希望公投 ，OK， 好像不舒服，尿尿尿。这样我们再买一张床好了，还是我们先买一张双人床？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跟吉祥一起睡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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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让他自己睡单人床啊，卧房。从家具这边找了，还从舒适床、单人舒眠床都不舒服哎。那不然我们买一张好一点的床好了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这张床就是我的，然后吉祥去睡我之前睡的那张床。OK。你说全部人一起去跑步吗？等下猫咪老师要上厕所，然后他刚干嘛？脚踏车怎么了？这次黑熊的经验不太好，然后这次是他刚觉得很满意，然后他觉得不满意。哎呦，吉祥，你来家里就先去打扫。我可以开始玩游戏了，我好厉害啊！没有，是擦缸跟脚踏车一起睡。哦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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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按一下为 Shane 找份工作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买个画架，对不对？创意画架，吉祥要当画家，哒哒哒哒，画架放在这里，OK。吉祥感到很快乐，吉祥在跟大家认识。吉祥一开始一进来就，画家，他就是要当画家，没错，颜料杀手。他一来肚子就饿了，让他去吃饭，拿一份自己吃，不要再跟他们闲聊啦。我刚不是说要当画家吗？为什么画家没有了？No。对啊，这里不是还已经开始？哦，他们两个人偷偷的在那边然后就那个了。这样就可以让吉祥去外面把妹了。他想要干嘛？我要得到启发，让我洗个沉思的澡。这些人只需要一台电脑，没关系啊。当我想要用电脑的时候，就把其他人赶走就好了。创作，我要去创作了。创作，噔噔噔噔噔，还是擦缸比较像。噔噔噔噔，这谁啊？那这谁在睡觉啊？